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DJ Nikki from Very Good Online Tuition。今天我要教大家一个很好背9的乘法的方式，那就是手指记忆法。首先，先把手指竖起来，10根手指，然后从左边开始的话是1 1 2 3 4 5 6 7 8 9 10。好，一乘以9，我们就把第一根刚刚我们说一的手指给盖起来，所以这里就会是个位数，一乘以9等于9，看到吧？好，接着下来就是二乘以9，我们就把第二根手指盖起来，2。好，盖起来的话，那个手指就前面左边会有一个一，那一个就是10位数，然后一盖起来的右边的话就是个位数。所以2乘以9等于18，看到吧？然后接着下来，我们盖第三根手指，3乘以9等于27。那么我们现在试一试，如果我把第九根手指盖起来的话，答案是多少呢？答案就是81。9乘以9等于81，因为在十位数那里我们有八根手指，而个位数我们只有一根手指，所以9乘9等于81。那么你们试一试，如果现在我把第六根手指盖起来的话，答案是什么呢？你们可以留言评论区告诉我。手指记忆法是一个非常简单，可以让你们记得，但不是长久之计。无论以后还是现在的好，乘法表都是非常重要的。所以我希望大家可以把乘法表背得苦瓜烂熟，在以后无论遇到何时或者谁的时候，都可以直接给出正确的答案，而不是靠手指记忆法。好的，谢谢你。